小的时候经常用草来做一些玩具，刚好又路过这里，发现这里的草，我用来做一下，待会儿大家看有没有印象。就是这么长，大家看啊，哎，看看，飞出去很远啊！有没有玩过呢？男孩子应该都玩过这个。我现在再做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准备飞呀！哎，是不是飞得很远呢？现在玩的话还挺好玩的，觉得。